我向往新的教室，我向往新的操场，我向往新的一切，不就完了吗？哎呦喂！好废话你！废话，你就写一句就零分，耶！你就知道向往同学聊天玩游戏，贴巴巴子的，是吧？你看呀、啊。家里换锅了，粉丝朋友都说我家的锅不好，粘锅厉害。那换了一个锅，这个锅多少钱？500啊？55。家具啊？你们有病这55这么便宜，还有这样的锅？啊，生水锅。我感觉也肯定预热也慢，不慢，然后又重。它是铁的，它不是那种的材质的，你看。这个铁我感觉没这个铁好。没有生铁，现在都是生铁。生铁吃了不太好。没办法说。50块能买什么好锅啊？你老是就那这个铁锅啊，便宜买好。29块钱。网上的东西便宜它好。我不跟你说了，走走走。好，你买的好，买的好，买了就是好。用了再说吧，总归比那个锅好。这个锅最起码可以把它，你看看给你弄的锅，在家里基本上就造锅了，把锅砂锅全部弄过去。疫情每天做核酸，家里烧着饭，喊做核酸的时候火就忘了关，锅把子全部都烧断了。哎呀，张老三，吃过了吗？吃过了吗？刚睡醒，胃口不大。好吧，哎呦，家里又换了一个电热水壶，在保温旁边。这个坏掉了。带保温的，这个蛮好，这个以后倒凉水，全凉水。这个多少钱？100多块钱。用着吧，反正。大热的天，暖男老公又烧饭了。你看，我拍照拍了一天回来，他菜也买好了，烧饭了。烧好就等大厨的手艺了。贵。贵得很，现在是60块一斤。现在牛排也那么贵啦？这点点半斤。哇塞，半斤30。比牛肉、羊肉还贵哦。对，120一公斤吧。哇塞，厉害！虾也卖完了。虾也卖完了。想吃虾也没得吃呗。我老公在打电话，他已经烧好了。这个辣，这个厉害了。吃点绿叶菜，听到吧？炒米线嫩吧？他不要吃，我说你天天净吃方便面，吃点炒米线对吧？吃点素鸡，爸爸烧的很好的，大厨烧菜好吃。嗯，牛晚宴呢，就这么一点点吗？平时我们娘俩就吃方便面、面条，这爸爸一在家就给我们烧好吃的，还多亏了爸爸，我们有菜吃，我烧不来。吃好晚饭，溜达一圈。这爷俩没一个要骑车的，两个胖子都不要骑，还得我骑。换我儿子骑了，我骑不动了。这空气真好，吃好饭就当运动运动了。这个角度太好了。今天带你出来撒个花，天真好。哦呦，上海这个天真好。咪，你怎么爬那么高啊？爸爸，你爬哪了？我家这口子也休息，就一块出来了。他们都去玩了，就我们俩在这了。嗯，我老公跟我儿子去玩了，就我跟猫在这了。你在闻我喷的香水味吗？非常厉害，爬得高来。这样厉害嘞，爬这么高啊。好好好，这个空气真好。
还有毛桃，有空桃熟了来摘桃吃。长了好多毛桃。太美了吧这里。咦，晚上出来坐会儿挺好的，呼吸这个大自然的空气真的太好了。我儿子踢球，猫也跟着跑去了。放电影了，人好多啊。这个村子好多人啊。天黑透了，我们回去了。